马超，喂，马超，我的麦还爆吗？咱就是说，这下不是麦爆了，是麦没了。一晚上四个舞台，唱歌、魔术、主持、打游戏是一样不落，然而却又被闭麦了。顶级 vocal 就是能把一首谁都能唱的歌唱成别人唱不了的样子，超长的结尾的吟唱让人一秒入魂，奈何音响一到高频就炸，还是翻拍更好看更好听些。周深最厉害的还得是他的脑子，无论是与唱功顶级的歌手，还是与任何小鲜肉合唱，他都能够保持极强的统一性。薛之谦还给周深画了饼，很期待这两人的二搭。他唱歌的能力，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、非常厉害的一个唱歌的家伙。收敛了这场一切被逼了，欢乐，没错，每一集每。而小王闭麦这块是越来越熟练了，群星大合唱简直就是千灯之约 2.0 版，这次还用时代少年团的声音垫了底，虽然周深的麦音量关小了，但声音依然还是很突出，轻轻地飘在了整个合唱的最上面。周深还是太全面了，每天都是球形战士卷的同时，每一件事还都能做到近乎完美。演绎谭盾的声音河流主题曲，虽然我看不见，但我听得到，真的全程高能。重要的是最后这段金碧辉煌拉长高音刚完，竟然还能继续唱低音，真的是让我体会到了什么是不可言说的艺术。想问一下，周深演唱会苏州二开，大家抢到票了吗？昨晚精力主要放在王者荣耀共创之夜的米子们，别忘记去复习音乐原计划年度盛典周深的两个舞台。28日晚 QQ 音乐发文，周深与周笔畅合作的孤独音乐家，温暖歌声让音乐旅途不再孤独，歌曲热力值突破10万，而周深薛之谦合唱的只字不提，音色交织演绎爱情遗憾，歌曲热力值突破50万。就我想的是，你唱的是不在你身边，我可能唱一些插空那种，说的是用歌迷的角度去换一点人称。因为我第一个舞台听你唱的时候，其实就觉得很感动嘛，而且刚好就是这首歌播出那天，然后我应该是初中同学，他说是你唱这首歌，他就会回想起我们之前在初中的时候。我会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一定有更多更多的歌迷会像之前的我那样，没有办法跟自己喜欢的歌手去表达这种东西的陪伴，所以我在想说这段能不能就是可能也想跟浩南说一下，就这段能不能就是唱一些和声，但是换一下人称。每天都在我耳机里面，就可能就只有人称换一下。对，因为我不想他那么孤独。在你身边，不在我身边，让我的音乐里的音乐，你每天都存在你耳机里面。就我觉得很多这首歌我们写的歌，
当然我也发过很多歌，他可能没有那么大爆，但是他肯定还是有人在陪，在陪伴，就治愈。所以我觉得音乐家可能在自己的视角孤独，但在另外一时其实也是在陪伴别人。嗯，对，因为比利是这样的歌手，就是他陪伴了我的青春。就如果我不是别这样，我不是很幸运的当歌手，我其实没有办法跟你去当面说这个事情。所以我相信背后有更多很多很多的比亲啊，很多很多的。包括我的生意，我们没有这样机会就可以用这个歌当中去好表达一下。当然可以，也可接受，可以的，当然可以呀、yeah. 看到周深、周笔畅、孤独音乐家彩排花絮，他们两个合唱歌词有一些小小的改变，把人称小小改了一下。周深对音乐真的很有自己的想法，也很尊重音乐人和搭档的意见。很多二创作品里面都有周深的小巧思，让作品更加鲜活。周深自己之前也是一位歌迷，所以他明白也更懂得更好地为歌迷的立场去考虑问题，他总能带入很多温暖的细节。心事永远有意外，一根丝线就能牵动心中离开。如果要找回自己，线索在就校园外，不得去多远的宇宙。Here we go， 这世界总有太多流离光怪，一起去回应期待。We can dream, we can fly， 若相信谁都可以重塑现在，不需要。很不帅哦。